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现在我们一家人在台中。因为要预备婚礼，那在婚礼之前，我们要先去一个地方玩密室逃脱。我不知道大家都有玩过吗？但我没有，听说没有那么简单。小家伙来了。我们大家挑战的是歌剧迷你世界部。那干嘛？不知道，大家就知道。它的难度是什么？我们应该是在六十。常常在那个演出的社团看到大家用骰子拼字嘛，就像那个。那我先跟小宝来名字吧，看我们来。所以我们就等出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咯。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，然后用了三次的三次啦，在最后十秒钟我们顺利闯关成功。我们刚过的是歌剧，然后过关他会送我们一张证书。如果没有提示，真的可能给我一天我都出不来。好了，欢迎大家有空也来挑战看看啦。密室小家伙很喜欢他们的煎饼，海鲜煎饼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哦，好，好吃多吃一点。妈妈不在，找大爷。爸爸请进来，我还一起讲妈妈爱你。